我们是 HMM， 希望藉由设计改善人跟器物之间的互动。这把 HMM 剪刀是我们将设计再次与台湾工艺结合的新作，从刀身到握把都是坚实耐用的日本不锈钢。历经11道工序的精密制作，从经验老道的师傅手中到你的手中。 HMM 剪刀经过18个月的酝酿，去无存精，将每一段线条、每一道圆弧的功用都推展到极致。 6.5 寸的刀长，58克的重量，沉稳扎实，是剪刀也是开箱刀。对，反着握就是开箱刀。平头刀口设计，想耍帅放口袋，想卖萌出气球，反正都很安全。 HMM 剪刀是一把专属于大人的安全剪刀，剪掉所有多余的元素，只留下美好的使用经验。上市前的最后一小段路需要您的支持，谢谢。